老板，你找我呀？啊，小马，你帮我取点钱。取多钱呀？1.3万就可以了。哎，好，老板。哎，老板，钱帮你取回来了。哎，1.5万，1.53万，正好是13000。哎，老板，你不给我点跑腿费呀？1.5万。哎，谢老板。啊？给你100块钱，敢不敢亲老板一口？不亲。200。成交。哎，老板，咱俩玩个游戏啊。忙着了没看着吗？谁赢了给100块钱。嗯，什么游戏啊？那个我不碰到你就可以亲到你。怎么可能？你想什么？那个我输了，100块钱是你的。赚100。等会儿啊，我也要了。哎，老板帮我接个电话。喂啊，我是金阳他女朋友。嗯，金阳他睡觉呢。嗯，金阳啊，他睡着了，你等让他那个睡醒了给你回电话吧，好吧。嗯，好，厉害吧。喂妈，哎，你看我就说我有女朋友嘛，你还不信。我等我今天晚上带女朋友回家吃饭哈。老板，我下班来找你哈。老板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嗯，小马啊，明天就是周末了吧？啊，我给你几个选项，陪你一起度周末，怎么样？行啊，老板，你说。A， 我。B 老板，我选 B， 老板。